哈喽，朋友们，晚上好啊！大潮吹到底了啊，发现这万亩的下巴棒啊，老多了啊！咱们用铁锹给它挖挖几个回家，生呛啊！最近老羡慕那些大网红了，发个作品都有几万的双击。朋友们，2018年过去了，崭新的一年又到来了啊！但是天气还是那么冷，在海边啊，捡到了那么多的海白虾被冻僵了啊！现在对于他们来说，海水才是最温暖的地方。有的很多老铁看到海白虾活过来了，反手就一个双击，希望得到大家2019第一个双击。关注看看海，兄弟们啊，常年赶海啊，在海边见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，但是这个龟壳第一次发现，这么大的龟壳应该有千年的历史了吧？都说海龟有灵性啊，如果我的愿望能成真的话，我祝咱家双击的老铁啊，幸福安康，财源滚滚，万事顺顺利利。哎妈，今天接了个大活啊，给大海剃剃头发啊，一年到头长得太长了，这是沙滩管啊，如果不给它剃除以后，会严重影响那些小鱼小虾回归大海啊，这也就算义务劳动了啊。天气太冷了，给个双击暖暖人心啊，关注我，看我下午直播赶海喽。啊，这么冷天拍个段子确实也不容易啊，冻得我直打哆嗦。我这个人嘴巴比较笨啊，也不会华丽的语言，但是呢，我也想要得到大家的一颗小红心和一个认可啊。一个关注啊，老铁吧。